诸位同学，请看经文啊，第二段：此州之灵十节啊，即为十段啊。第一段呢是善护啊，这个善护啊是讲世界的名称啊。请看经文。诸佛子，此四天下东啊，此四天下是指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世界啊，这个世界四天下的东。自由世界名为善护啊，这个世界的名称叫善护啊。清凉大师在书里面给我们说啊，其善护等皆四周之通称也。这个等呢，等下面十段啊，都是四周的通称啊。善护这个名称好啊，使我们看到这个名称呢，就想到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实在是讲善护故土啊，啊，我们称他做护法神。东方持国天王啊，你看看他名号的含义，持国啊，持是保持，国是国家了啊。那么他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啊，当然很多。保护国家这个题目太大了啊，内容非常丰富啊。最重要的呢，负责尽职负责任尽本分，这两句话最重要啊。每个人在这个世间，无论你在家庭、在社会、在国家，你有一份责任呐，你有你的本分呐，你能把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到尽善尽美，跟别人呢配合，那你就善护了。啊，如来在这个世界里，啊，他也实现许许多多的名号。啊，我们看。如来于彼呀，或名金刚，啊，金刚佛、金刚如来，
金刚是从比喻上说的，在佛法里面多半代表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啊，所以《般若经》里面有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啊，表智慧如金刚啊！啊，金刚坚固锋利，能断一切而不为一切所断。啊，比喻般若。啊，般若能解决世出世间一切疑难杂症的。啊，它永远不坏呀！啊，佛法教化一切众生，也是以般若为主要的课程。啊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一生呢，这个讲经说法49年，讲般若22年了，差不多占他一生教学当中的时间一半啊，所以这是世尊教学主要的课程。般若何名自在？啊，自在佛啊，得大自在，这从果上说的。我们看到非常羡慕啊，怎么样才能得自在呢？其实放下就自在了啊，你放不下了，你就不自在。放下就得大自在啊！你放多少就得多少自在啊。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众生迷惑颠倒，他所得到的他抓得紧紧的，他不肯放啊！啊，放了之后怎么样？怕失掉了，这个是错误的观念啊。啊，世间人所追求的不外乎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。你看看佛在经上教导我们大小乘一切经论啊，这些话佛讲了49年了，常常挂在口头上啊，这就叫常时熏修，时时刻刻提醒我们，绝不是说一遍啊。财富从哪里来的？财布施来的啊。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法布施来的。健康长寿从哪里来的？无微布施来的啊。你不肯放下，不肯施舍，哪里来的果报呢？啊，佛菩萨不能赐给你福报啊，做不到啊！啊，佛菩萨知道因果，啊，知道什么果有什么因，
你想求的这个果啊，佛把这个因告诉你，你自己好好的修因，你就得果报了。所以要肯干啊，或明有智慧，我们顾名思义啊，用名号都是为一切众生。这大概一切众生少智慧呀，愚痴很严重啊，佛就用这个名号啊提醒众生啊，你看佛有智慧，我们没有智慧，要向佛学。或明难胜，啊，胜是胜负之胜，也是殊胜之胜。在这个地方解释为胜负的胜，容易解释，很难有人胜过如来，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不上佛，跟佛两个相比都要差一截，称他做难胜佛。这是从德能上说的，佛何以有这样的大德呢？这个名字也是从果报上说的，那要懂得修因呢。殊胜之因行呢，感得殊胜的果报。佛菩萨因行里面固然是很多，多到没有办法叙说。但是他还是有纲领的，最重要的纲领，佛从来没有一个念头为自己，这就是他难胜的真因呐。一个人最脆弱的地方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无论他怎么坚强，只要他自私自利，终有一天被人家攻破，无私无我啊，那真的就难胜了。这一个总的原则我们要晓得，我们应当向佛学习，决定没有自私自利，念念为众生，我活在这个世间不是为自己活的，为一切众生活的，为诸佛菩萨正法久住活的，不为自己啊。
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一个人不为自己，自己没有得失，你说多自在啊？你看世间人，他活得多苦恼，苦恼从哪里来的？自私自利，患得患失，都从这里来的。利害得失是妄想啊，不是事实啊。如果真有是事实，那还情有可原，妄想。啊，你们看看得，啊，叫得失。这一法，法相中，百法名门，这一法摆在哪里呢？摆在不相应行法，头一个。不相应刑罚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是个抽象的概念，没有事实啊。啊，那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妄想，24个不相应呢，是妄想。从妄想当中生的这些事情啊，那时间空间也是妄想啊。我们现在讲时间空间，不要法理，它不是讲时间空间，它是讲时分、方分啊。方分就是讲空间，时分就是讲时间，是妄想啊！啊，现代科学证明了，啊，证明这个佛经上讲的不错啊！啊，时间跟空间，在某一种状况之下，都可以变成零。啊，换句话说，都可以消失。佛法里就讲啊，粉碎虚空啊，这个话不是夸大了啊，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那么这是难胜的一点意思。我们总要体会到修因其果啊，其如果地也。或名云王啊，王在佛经里面这两个字用得多多啊，佛常用啊。王代表自在啊，一个国家国王发号施令，别人都要听他的啊，听他的不自在啊，啊，发号施令的人自在啊，他做主宰啊，他说了算数啊，啊，别人说了不算数的啊，啊，所以用这个字代表自在。云呢，代表相由体无啊，远看云彩，嗯，有这么一个相，不能说它没有啊，近看呢，它就没有了
所以这个字佛常用它来设代表宇宙的真相啊，宇宙万有的真相是什么呢？非有非无，你不能说它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无啊，你说它无啊，它有相，你说它有呢，它没有体啊。佛法的术语讲无自性啊，相怎么现的呢？原生的，许许多多条件啊，合起来这个现象生出来了啊，原生的。中观论上说，因缘所生法，魔说即是空啊。所以大乘经里面常讲，这一切万有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包括我们思维想象的妄心，都不是真有啊，这有为法吗？啊，你看《白法》前面94个都叫有为法，94个里面包括80、51心所，包括11个色法啊，这11个色法就是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的色相。金刚经上讲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这是说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如露亦如电，是说这些幻象存在时间的长短。所以佛常常用云来做比喻啊，相有性无，似有理无，啊，因此佛教给我们可以受用啊，可以受用，可以欣赏，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不能有妄想啊，就像诸佛菩萨一样，诸佛菩萨在这个幻象里面，他得大自在啊，他享受啊，啊，欣赏啊，决定没有执着，没有分别，没有妄想，所以他得大自在。那我们凡夫呢，麻烦在哪里呢？哎，受用里头啊，想占有啊，没有受用到，哎，也想控制，其妄想分别执着，哎呦，这个就麻烦大了。这就受了累赘啊。佛常常讲啊，可怜明者，这很可怜。为什么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。迷了。啊，迷了事实真相，被境界转了。觉悟事实真相，能转境界啊，不会被境界影响啊，成云网啊。第六个名字，或名无增，这一个德号啊，这都是如来现的德号名号啊。
对我们现前，实在讲非常重要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些凡夫，妄想分别执着不断，啊，时时刻刻有争论。世间还有人说，真理愈辩愈明。啊，辩论，这个话对不对呢？以前方东美先生给我说，啊，这个话只能对一半，不能全对。我问他为什么？第一义里面没有真。他是一个哲学家吧，啊，他讲到这个哲学里面讲的方法论呢，逻辑、辩证法、佛法里头的因缘，都是属于方法论。啊，这个方法论呢是有限的，它不是无限的。啊，方老师那个时候告诉我。中下层次他用得上，啊，高等的佛法呢用不上了，啊，我这才他老人家一说我就明白了，啊，高级的佛法特别是原教初住菩萨以上，啊，破一贫无名，正一分化身，无增境界才能往上提升。啊，有增是什么呢？有增是没有离开意识，换一句话说，出不了十法界。啊，方先生讲这个界限呢，真的是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可以增。可以变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心越清净，越明了，越清净，才越能向上提升。诸佛如来在那个境界里的设法，不是像我们现在用言语啊，真的是无说而说。无说而说怎么说呢？你看看这个经上，佛对化身菩萨现象说，不要说一句话了，啊，现一个相，所有一切疑问全部都答复了。如来现相品，这个经一开端，佛就现象了。啊，这么多菩萨，实在讲，菩萨是带我们问的。啊，他问了没有呢？没有啊。念情，心里头有这个念，没说话。你心里一动念呢，佛就知道了。
佛用现象回答你。啊，你要是聪明立根呢，一看到现象明白了。啊，这个现象是什么呢？现象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啊，佛是不是有意现象？没有意。佛要是有意的话，那佛还有分别。啊，我们说，佛要没有分别的话，佛怎么知道呢？啊，佛怎么知道要现什么相呢？真的不可思议啊。啊，所以日本这些科学家用水结晶呢，确实帮助我们对这个甚深的意趣体会的更深。啊，我们有念头对这个杯水，水绝对没有念头啊，分别我们这没有啊。啊，那么水的这个反应呢，它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它有见闻觉知。啊，这个见闻觉知自自然然现象回答我们。就跟这个地方实相啊没有两样。啊，如来众生这个念头啊，向着能量这个资讯啊，向着佛，佛就跟水一样自自然然呢就现这个结晶来回答你。啊，跟立的人立刻就明了了。中下根性的人看到相啊，会赞叹，会羡慕，不晓得什么意思。那么要需要有人来给我们解释，啊，我们才能明了。在华严会上，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，啊，都是如来的助教啊。如来不说，他们帮助我们来学习，啊，代佛解答。所以这些人呢，我们现在可以说他是佛陀的助教，啊，是我们的学长，帮助我们的，啊，这些人是过来人，啊，我们今天要学的，要学无增。啊，唯有无增才能化解争论啊，才能够摆平争论。这个世间争论太多了，啊，争论是烦恼啊，心不清净啊，啊，我们用清净心，用平等心来化解争论。从内心当中把这个真洗掉，于自于他了，有大利益了。
下面第七个名号，或名能为主。这个德号相当不容易啊！试问问，六道众生哪一个人能为主呢？能为主，在佛法里面，就是我的定义之一。佛经上讲我，说了很多意思，最重要的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能为主，一个是能自在。我们想想，我们现在的身，我们的心能不能做主，能不能自在？如果说不能为主又不能自在，这我就没有了。我自己要真正能做得了主，你想想看，哪一个人不想年年十八的？你随着年龄会衰老，你做不了主啊！哪一个人不希望健康长寿呢？那偏偏生病，你做不了主啊！你得不到自在啊。佛得到，佛真的能为主，真得大自在。所以佛法里头有常乐我净，凡夫没有啊，这四个字通通都没有啊。那么什么人有呢？法身菩萨就有了，到如来果地上圆满了，真的有我，六道凡夫是绝对没有啊，那个我是妄想。不是真的。不是真的，执着是真的，那就是绝大的错误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众生确实有真我。有真乐常乐我净这个是自性里面本具的德能啊，佛法称四净德自性本具的我们迷失了自性，这个四净德没有了没有了，自以为是有，这是误会呀佛法能让我们觉悟，能让我们觉察这是我们错误的观念。佛能为主何以能为主呢？佛没有身
没有身能现身。随缘自在现身啊，一真法界里面佛现身，为谁呢？为教化身菩萨，他才现身啊。化身菩萨有感啊，佛陀有应啊。如果没有这些化身菩萨，佛就不会现象了。所以一真法界里面现身，还是离不开感应啊。这些化身菩萨他们的果证没有达到究竟圆满，前面说过，化身菩萨这个等觉菩萨，还有一瓶身相无明未断，需要佛帮助他。所以佛出世啊，佛示现呢，一真法界也是诸佛如来示现的。一真法界里面那一些众生，菩萨是众生呢，还有情众生呢，他们敬业所感，如来示现了，一真法界这么来的。六道里面是众生善恶业力感得的，太粗太粗了，这个业力有善业有恶业，尤其善恶混杂，所以化身菩萨可以说他们能为主，他们得自在啊，化身证得了化身般若解脱啊，信德里面的少分啊，然后逐渐逐渐提升无明，渐渐断了，三德渐渐长啊！这个三德就是化身般若解脱，而常乐我净呢，就在其中。这个三德里头，般若里面有常乐我净，化身里头有常乐我净，解脱里面也有常乐我净。我们看到这个德号，自己要有高度的警觉。我们迷失了自信，那么在这一生当中，真正觉悟的人，唯一的一桩大事，就是恢复本来面目啊。本来面目啊，就是自信啊！这没错。问题是能不能得到明心见性？那么说个老实话，在今天
个世界，包括往后啊，释迦牟尼佛9000年末法的时期，明心见性恐怕再也不可能了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世尊教给我们求生净土啊。古大德说得好啊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那个开悟就是明心见性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明心见性做不到，我们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明心见性不难了啊。那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好老师啊，智慧神通不可思议，教学的经验非常丰富啊。所以说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啊。再看第八句，何名心欢喜啊，这一句不难懂啊，但是对我们现前来讲比什么都重要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心烦恼啊，这个心烦恼就是凡夫啊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我们要把这个毛病呢改过来啊，怎样不生烦恼，常生欢喜心，那就对了啊。不但是对于道义你会向上提升，对身心健康有大利益了啊。对人要有爱心，要有欢喜心啊。纵然遇到逆境不顺心的事情，不可以怨天尤人啊，要回过头来反省，找出一切不如意、一切障碍呀，真正的因素。这个因素不在外面，不在别人，在自己呀。找出来之后，改过自新啊，不犯错误，烦心的事情就减少了啊。事实真相通达明白了，道理明白了，这个烦恼能化解，欢喜心爱心常常能够现前。第九句，何名无余等啊，这个等是等同佛，他所证的究竟圆满
除了佛佛道同，那是平等。九法界里面呢，没有有跟佛平等的。等觉菩萨等觉，还是不平等，还是差一等。佛叫妙觉。所以九法界里面没有跟佛平等的，那么我们要想，他为什么能够修到究竟圆满？我们要向他看齐。绝对不可以啊，得少为足，那就错了。这个名号啊，最重要的启示在此地，我们应当勇猛精进。即使成了佛之后，修学精进不能停啊，到圆满，这还要学什么呢？圆满之后啊，要做出学习的样子给九法界众生看，你看看诸佛如来不都是这样的吗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，示现八相成道。梵王经上给我们说，他这一次的示现是第八千次了。就好比唱戏，这一出戏啊，这个人唱了多少次呢？唱了八千次了。为什么？无非是为了教化众生啊。众生还在迷惑颠倒，还不觉悟啊。不教他不行呐！最后一句，何名断言论？清凉大师这个里头有注解：断言论者，正立言故，无能说过故。这是说明佛证得了究竟，究竟的境界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是这样的境界。这个境界里面决定没有过失，所以注解里面说无能说过啊，真正没有过失啊。换一句话说，等觉菩萨还有过失啊，如来果地上没有过失啊。如是等其数十千的那名号之多，不可思议啊，令诸众生个别之见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